오! 스토너! 这里怎么有 information？ 哦，有漂亮哇！穿墙打法，越来越强了。来，请大家搭上我们的功德号。走，我看要不要去找一台新的功德号。我好了。啊！来来来，功德号。 直接往前面，这边看起来很多红点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我觉得我们要攻陷这个营地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攻陷这个营地。行，来开打，好不好？功德做起来，功德做起来，走掩体，各自掩护。我拿我的狙击步枪。 你们不要记。好，作为一个医护兵，我很准的。绿装绿装。有人开挂。哦，我的 fuck， 怎么那么红？有狙击仔，有狙击仔。来，狙击仔加入。 狙击仔是不是？关掉关掉！狙击仔是不是？哦，拉车拉车拉车，后面一台装甲车。哪里狙击仔？哦，喂喂喂喂喂！哎，功德！哦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！功德，我掩护你。点太多点太多点太多！ 太多点，哇靠！一队一队一队，复活！我需要功德。来来来，等下等下等下，作为一个医护兵，很稳很稳。需要功德啊！现在来看一下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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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复活！啊！ 我要爆了！我觉得我不要，我觉得不能再待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先走到我面前啊！寻找掩护，寻找掩护。啊！可以可以。好，加油！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加油，鲁公公。没有问题。鲁公公，哇！你们怎么自己想办法啊？我。 我们两个都倒了，<笑>。I know。我刚以为你会趁现在点个技能之类的吗？你们复活是不是要一段时间？ 我还要10秒，好，我继续躲。我先治疗我的断腿。<笑>好，一尾活龙，是我医护兵。我部署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我已经治疗一下我的断腿。 插下去，我有这个直接插就满。你讲啦，哇，我来了啦！哎，这里一个炮台哥，无人机怎么有一个还倒在那里？太好笑了吧！我可以。我来了，紧张。 狙击仔，狙击仔！不！我先包扎一下好了。狙击仔，狙击仔，这个演体验会。哦呦，痛！
哇靠，这个狙击在。在哪里啊？好，我把那个炮台打掉了。你狙击在死不抬头啊。还敢探头啊！狙击在倒了，狙击在倒了。OK， 大部分人都死了。三局，中德，中德，中德。旁边还有一点。我捡到超多枪。哇哦，绿色裤子，卡其裤，好麻烦。好，结束。我快没子弹了！哎呦，一直熬装，一直换。这怎么这么多枪啊？这游戏真的好爽哦！好爽哦，都不用换。这里好像很多敌人哎，我这里。有人机飞走。我也要开心呀！啊，他是拼命哦，靠腰，很会杀哦，我很会打人哦，我很会渴哦，我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敌人，红色可是都没有人，应该是在房子里面，房子里面，哦，好多枪可以捡哦，好烦哦，怎么这么愉快？房子里面都没有人呢、啊。它有个同步射击是吗？就是可以 Q， 然后大家会标点，它自己说要三射。音乐来了，看起来很像王啊。对啊，怎么看起来像王啊？我们要不要同步射击一下？他到底干嘛？他是王，哇，他自爆了，完全爆炸，真的。这个王怎么？他已经死掉了吗？是的，他突然之间就爆炸了，超好笑的。我找不到一个箱子啊，我要疯了！在上面。来，哦，我装备超多，赶快换。换戴绿帽，17、14。应该没别的东西了吧？应该是没了吧？我们这样突袭了一个军营，他就被我们突完了。真的，说好做功德呢？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我们。做不了功德呢。霰弹枪。诶，为什么我的枪变成？好了，我变17了。拿着吧，我不拿这个吗？哇，超难用。好辛苦。这里怎么有个箱子？在二楼啊。这儿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做完一个功德了，接下来干嘛？楼梯地道。下一个功德了啊。连锁功德。哎呦，绿鞋。我们找那种超大像这种的功德去做、啊，可以啊，可是不知道哪里有效率、啊。楼梯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救我！啊，我找到了，在一楼，在一楼。还敢菜啊 ？YN78305。我只想要很心急的找到。等一下，有一个箱头找不到。哪里？气！我要去找。好，你们去找，你们去找。我放弃了，算了。这里二楼旁边。旁边有船可以开、欸，我刚刚有看到图示。哎、欸，有一个牙医大战了一番，旁边有一个阿姨在旁边吃水果。哪里？真的这边超多，在我车。我这边看到超多平民，超好笑的。
对啊，为什么这边那么平民？欸，而且前面有一个箭头的字。哪里哪里有阿姨在吃水果？在你们现在这栋的靠海边的那个围栏。这个是哦 ，MP5。哎呦，突击步枪 AK74。他真的在吃水果？对啊，超糗哎！我们刚刚跟乱开枪一般。吃水果。真是很注重身体健康哎。哎，这边有红点哎。哦，抱歉抱歉，哪里哪里。我开一台漂亮的车去找大家。哎呦，找小孩。你知道妈对着平民开一枪，他就会变成死老百姓哦。干。安安。哎，对啊，我这边还有红点，我要去打架。里面吗？外面。哦。M4 赞助霰弹枪，他是敌人吗？他是坏人吗？不是，他是平民。What's up, dude？ 我爱跑步。啊！快点开，快点开！开位，感谢。凶屁！瞄准计程三啦。推荐哦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个箱子在哪里？楼上。我先。还有一个。哎呦！我先拿到了。我先。还想？哎呦，我操！抢到了，好强啊！抢到了也好强啊！只是一个斯凯尔点数，我也把抢三枪。我们去找鸟屎。我这边有一个红点，可是我没有。我看到，我去帮你找。摔断我的狗腿。我怎样来着？我刚看到一个 key shot， 里面吧，房子里面吧。里面我进去过啦、啊。哎呦，摔断我的狗腿！这什么？怎么会有红红的东西？高敌人在哪？没有嘞，我没有看到。怎么会有叮叮叮叮叮的声音？这是我的那个信那个无人机标点。万七八三六，这里。哪里？干嘛？这里有平民。所以呢？我操！你怎么把他射死了？他会死掉！我操！平民导致杀死了！完了，他变死老百姓了！你完蛋了！我以为他会没事的，我以为他会过得好好的。哦，你完蛋了！他原本可以好好的，从今天开始没有了。我到底怎么跟这个人讲话？我怎么不去跟这个人讲话？这个人在这边是。他在这边，我要怎么跟他讲话？你快出来啊！你的东西啊！手套。奇怪，大家拿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？开箱子。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也是他妈这游戏拿我也用光的手套。他怎么过去的？无法跟他讲话、啊。哪里？你要跟谁说话？有一个 NPC， 他有一个那个调查的符号，结果他在一个我完全不去的地方。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要去开船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开船去做功德。走起！我当功德之船。这有没有办法出去啊 ？Lady， 为什么？嘿，请说。爆炸。他跟那种 NPC 讲话会怎样吗？有惊叹号的 NPC， 惊叹号 NPC 应该是可以调查资讯而已吧？
哦哦哦，有一个 NPC 真的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讲话，干上不去啊！不会挂号。现在呢，我们去做功德啊！功德啊！每救起一个倒下的队友 ，Ubisoft 就会捐钱给儿童福利基金会，直接做爆他的功德啊！做功德。而且我作为战地医护兵，功德速度比其他人都还要快。漂亮，拿到了个霰弹枪。那我们要开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就继续开我们的功德号啦。走啊，功德号啊，功德号，功德号已经冒黑烟了，大家自己小心。不怕，我是开功德号去找你们，找到功德二号好了。大家要上功德号了吗？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然后启动。周琦，功德号的外表已经变成铝箔纸一样了、欸。没有错，大家现在，大家现在自己都有那个了吗？都有降落伞了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们先找功德二号，有了，看到功德二号了。功德，哦，有新的功德号，出发啦！开打！哎呀，我下去了，我不等你降落啦！哎呀，开打，开打！直接甩死了！太低了！啊，这个是怎样？来不及做功德就摔死了。等下，有一只超大只的，小心一点！哎、欸，超大只死掉了，好弱。我以为他有戴头盔，结果他没有、欸。真的。功德到功德哦！哎、欸，等下右边，头上直升机，头上、啊、功德三号，功德三号，功德三号掉下来了！吼吼吼吼！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有。欸有功德二号，有一台土匪车，哪里看到了？看到了，他从旁边跑过来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打他就对了。好了，好像死掉了。可以可以，功德有没有功德二号了？问。我跟你讲，我解到一个巨兽防御区，听起来很有一回事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功德二号交给你了。好，我已经设好信标了，我们直接跑去那个巨兽防护区跟。好。去吧，我们屁股是不是有人？哎，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钢包怎么了？哎、欸，那边有车子哎、欸，两台啊。算了，他们好像没发现我。算了，我换个武器。我们去那个巨兽防御区看看，好像很有意思。射手精准步枪 G28、哎。我们的功德二号是有机枪可以用的。靠你啊，功德二号。走，巨兽防卫区。我家靠 G28 一枪一个。哎呦，这里有直升机停车场哎、欸！哎呦！这个营地的人特别强哎、欸，他们刚刚头上有那个等等跑啊！空中扫射。请求增援，小心！我觉得我这头要飞过来了，我觉得。功德！哎、欸，不是，老一枪我就冒头了。没有，我们收起来。一枪就把我丢了。功德二号，是无人机救火啊！我操！功德，我的功德二号，太强了吧！不行了，这也太强了！这也太强了！他一个无人机把我们全部杀光哎！真的，这一区太强了，不能这样打。这一区啊，那我看我们那个。巨兽防御区就算了，还没到那边呢、欸。我们去找一点菜的。中间经过一个很强的那个吧，营地而已吧。哇，我们的功德二号就这样死掉了。真的，功德一号还比较屌。完了，没功德，没功德了。做功德的要求是我们还是要能活下来。哎、欸，我们复活在附近而已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稍微侦测看看，丢无人机 是？我的无人机丢出来，丢出来，
哦，干还是一样红的，他们打头枪手。等啦，精英怪啊，150等啊，他们一样打头枪死就是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还他们12等的啊，这附近有一个功德三号、欸，哎，你们看到吗？有看到了。对，150等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打吗？打头都枪死啊！你如果有自信可以打头的话就 OK， 可是他们的无人机超强的，我就不要。我是说一台直升机旁边呢。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先去拿功德三号。我看到很功德的东西，我看到一台野猪。我这边有一只野猪，我来换狙击枪。野猪好帅耶！野猪，我看到了功德亭，这里，不是？是，我已经看到你的功德了。来，我在我们的路上功德一号，这攻击怎么低啊？来，路上哎、欸欸，没事，稳的，我把想要抢我们功德的弄死了。还有一只大盾仔死掉了，来，漂亮，死掉了，走，耶、yeah ！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功德三号，耶、yeah, ，还想抢啊？功德三号，耶、yeah ！呜呼，做功德。玻璃怎么就这样破了呢？因为我刚刚穿过去打倒那个想抢的人。旁边有功德车，旁边有两台功德车。喂，功德连击。哦，这个太阳色的波纹击中。哎呀，哈哈，不愧是我的波纹。先走喽！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去找功德啊！还有哪里可以做功德呢？哦，这里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！你看，两个功德可以做。枪声被听见。怎么样？要下去了吗？下。我们从一个远处开始进行进攻。哎，功德号挺好。狙击枪拿出来！哎哎，倒三个，哎倒四个，感觉没什么功德啊，这里不太有机会做功德啊。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啊？这是敌人的。对呀、啊。What the fuck？ 有扎克山谷露营地，地图里跟毛毛。哦，我们要这样一直找地图才更新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屁笑。地图已更新，那个车旁边很多功德仔。哇！我们很难找到大型功德点。我的帽子怎么都不会显示出来。你要按最右下角，你可以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强制覆盖外观，那个要关掉啊！有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现在呢？巨哪里有功德？嗯，强一点的功德啊！要找到据点不容易呢。走私者海湾。走私者海湾是不是比较太强了？可是我们第一个任务就在这里啊，应该还好吧？
它下面有那个刚刚很强的人的那个符号哎、欸。对啊。怎么办呢？不然我们就去这个好了，我会标那个信标，觉得那边有机会。好啊，救他了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漂亮漂亮！耶耶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路上有一些狼烟，那个会不会也是巨烟？好，我去看一下。看到狼烟了，看不出来那是什么。嗯，哎、欸，好像是一个露营地耶。不然就先来个三吹色的波纹急走。好了。然后再下去看看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个营地而已。没关系，我跳下去帮你们看一下。OK， 赶快开降落伞，不然我死了。可以做功德了。哎、yeah, 欸，漂亮落地，哇塞！但我们还是要下去接他、啊。哦，也是啦，没关系，我先帮我们旁边看一下。可以扎营呢、欸，扎营可以干嘛？扎营。到啦，扎你可以干嘛？扎看看。来开扎开扎。扎百不扎。看不出来你们在干嘛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搭帐篷。好，那坐着而已啊。那我去，哦、那我去旁边做一点功德。他好像是，Opa Dolipa。就是看了一段动画，然后我可以做东西啊。哦，哇，看到就是技能，是不是还有煮东西啊？口粮可以做配件呢、啊。好。基础保护力口粮，基础视力感知口粮。好。原来如此。又执行了一次正义。来拖耶喽，欧巴，走来吧！哎呦，我做了一个口粮，保护力口粮，维生素。好，那你们做你们的，我点技能。哎，抱歉。哎，吓死我了。花时间进行活动可以得到争议效果，你可以从六种争议里面。等一下，我根本没看到什么，我就选下去了。全身舒展，耐力加十。哦，可以拿 buff 啦。好帅哦！对啊。运输队升级是什么？哦，我们拿打倒运输队的话，可以拿到更好的武器跟装备。我扎完了，我也扎完了，扎挖路德了。好，那我去打那个运输队啊，走。可是我不知道运输队在哪里，要在路上找。哪里有运输队呢？哦，这里是谁啊？这边感觉有搞头。这里好像还不错。欸他是不是有一个对空炮、啊？好恐怖哦！可以可以，爱国者飞弹，我会快速离开。要不要去他们镇上帮你们跳下？飞弹来袭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哎，大家自己，大家自己跳进，大家自己跳进。哇塞！走，我们再回去。我刚刚看无人机，然后一转过来，你说没事没事，然后直升机尾巴就不见了。我也看到直升机尾巴不见，吓死我。
走，我们再去那个。放兵了啦。走了啦，五百公尺而已。危险区域啊，装备等级40啦，好不好？靠背靠背。走。我来丢个无人机看一下好了。好，你来探测，我来狙击。身为一个医护兵，狙击能力也是不错的。好像就是刚刚那个装置哎、欸。你先探测、那個。我没有看到其他人了，只有刚刚那个看起来很像对空炮的东西。那你能够标那个对空炮啊？哇靠！它是一个坦克车。哦，巨兽，巨兽，它真的是个坦克车。哇，它是一台坦克车。怎么打？只有它而已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打倒这台坦克车了。还好吧，可以点它吧。他好像很生气，小心。是。我有超级轻机枪，我跟他拼了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我怎么打、啊？我丢他拔啦！哇！哇哇哇！哇！小心，小心！功德啊！哇！小心，小心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哇！哇！我现在救人。你先救。漂亮！起！出的一个功德。哇哇哇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呼呼！我怕怎么打、啊？狩猎开始。丢了，把它！我把它已经丢完了，说。哎呦哎呦！我操我操！他很生气，他很生气、啊。他有他，他好像有弱点呢。他弱点在哪里啊？我很想要丢他手榴弹弹。妖兽，慢慢打，妖兽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像有一个。有一个高台，我去那高台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撑住，别死！Holy fuck！ 我们打到现在，他血才扣一点点呢。有扣血，总比打不死好。而且他看起来是不会回血的。哦，拿到一点技能点，好爽！我没有妖兽。What the fuck！ 哇，打这么远哦，这家伙！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我打到一个好位置了。他有弱点吗？哎、欸，我突然，我有 C 4、欸。我操，杀小啊 ！C 4应该很猛吧？可以炸他，可以炸他。我来炸。哇！哦哇哇哇哇！哦 ，OK。哇，这个角度我打不到，可惜。哦吼！到底要打什么地方？我是随便乱打。打他那个缝里面，打他的小穴。哎呀，他竟然救过我的 C 座力！有，还是有不错的输出。有呢，其实血有控哎，有控啊，有控啊，可以，我就打得赢你们，不要死就好了。我了，认真。不过我那个位置一直打不太到。有。小心空袭！完了！可以哦！我刚输出了半条，爽！我要超级没有子弹了！哇，好爽啊！捡回来！可以顶住，这个位置超好！不能捡，是不是？
来。哎呦，我操！来来来，刚毅。我动态血量不怕。顶住，顶住！哇呦呦呦呦！哦，你的你死掉的时候的那个，哦，感觉非常一回事。不要怕，战地护兵。哦，干空袭！我来啦！起来！哇靠！你这怎么用的？我是我的特殊技能。怎么用技能？起来 ！Z。看我一护兵欸，开玩笑。看我的技能，你怎么忘记？我不知道你技能。好像是潜行类的。哇！你把我救活了，我在看技能，然后我就被他炸死了。我现在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复活你，他位置不好。再给你们后退一点。好啊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我们没有子弹了。好，找个地方躲。切上，弟弟。怎么办？那我们是应该要……你看你有办法救？视角，就看能不能有没有办法救到那个。干你！哇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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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真的觉得其实打得赢诶，应该打得赢诶。我正在努力。我根本直接死掉啊！我想要直接复活。哦哦，我被炸，我被炸爆。我正在努力。我剩五秒就要复活了，撑住啊！可以可以，我正在撑。我躲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会带着强大的武力回来的。OK 的，靠你了。你复活记得先包扎一下自己。包扎。哦。哇靠！哇靠！哇靠！他在绕场哎。哇！他在我附近一直放空投嘞，好恐怖。还好我有超级屋顶。包快一点。可是我没有子弹。我需要你们帮我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来了。冒病虫啊！我带着三颗子弹的四 T 六来了。加油加油 ！What the fuck！ 帮我吸引他注意力。我觉得我应该去附近找有没有那种有炮台的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开过来扁他。先帮我吸引他注意力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吸了，我来吸了，我来吸了。在哪？他在我附近，那个黄标就是他。来了，我来，我来吸他了。但我精疲，他来了，他看我了。好，靠你了。哎，不知不觉我们制造了很多功德哎。是的。不知不觉他其实也快挂了。是的。只要能够帮我吸引他的炮火就没问题了。我在吸他，我在吸他，可他不理我，他站在那站，他站在你那边打你，然后打顺便打我。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注意力都好。我在吸。干，这台车上没有武器。奇怪，刚刚那么多车是有武器的，为什么不现在没有？啊！
你还能自己复活吗？现在不行了。我在上面。可是你这边要过来，但是他发现我了。哇、哦！那、啊、你们撑住，撑完就可以了。等完我复活，我可以找到一个我子弹就没问题了。我要想办法下去。没关系，你想办法活下来就可以了。不要硬打。一个失足就直接死了。我去叫你。火箭炮不用吗？我有火箭炮可以用吗？我有这种东西可以用吗？啊，现在我旁边应该还好。哎、欸，你要死呢？我还离超远的。好，看到，我看到。小牛还打复活，复活啊、哦！捐钱，捐钱，捐钱！没复活、啊。我先补血，补血。我在你旁边。你复活了？我没有啊，我还是等待队友复活你。啊！我看你，哇哦哇哦哇哦！站住，站住！我已经治完了呢。怎么？你还躺着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看画面上他是还躺着，但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按一治疗吗？白痴哦，按住一治疗有复活 bug 吧？但是 UB 还是要捐钱，有复啊，有复啊，可以可以顶住就好了，他快死了。怎么举？和攀岩高手，好远好远好远。嗯。哦，终于到了。So far away。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奈莎，奈莎，参与到，奈莎。对他造成了成吨的伤害。哇，20精准射手步枪 SVD， 还有2000。拿超多，拿超多，超级越级打怪的证明啊！干，这个才20哦，我们打赢的是40等的，应该就光等问题。不要紧张，我现在给他烧一下，大家就可以做功德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他烧完了，哇，来不及了，没了。没了，没了，大好的功德火炉。蛮稀有精准射手，哦 ，SVD 也好用，可以大成功，大成功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Ubisoft 的算好啊，算好啊，要捐几笔啊？啊，要捐多少钱啊？我三 D 一护兵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有火箭发射器耶、欸，哪里？用不上吗？对啊，啊是哦，我们应该再来一遍捡这个扁担吧。起来，波浪盒外送。在他那样子轰炸下，怎么可能爬楼梯？有啦，我刚刚就在那个火箭筒旁边打了很久。一直在楼梯上吗？真假的？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不敢开啊，我怕我开就挂。白痴白痴，可是我怎么没有捡到火箭发射器？你要自己去捡一次吧。就我们的直升机怎么又不见了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有火箭发射器？发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火箭发射器，我是黑色彩绘加一，是傻小。真的假的？我是火箭发射器耶？还是你的角色技能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也没有这个东西可以选的。Z 吧 ，Z 是那个职业特殊技能。西瓜。白手套，塑胶手套。这也生活有啦，他在手榴弹那边啦。哦，要开那个爆破物那里。对啊。有啦有啦。手榴弹。按住 auto。哦。有哎、欸，有啦有啦，原来是消耗品。
还爽啊！地图已更新，沉默帆船湾露营地，医疗包地雷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火箭筒哎、欸，应该是因为我是医护兵，所以我的那个吧。是吗？所以我的补血东西比较多。哦，所以你会拿医疗包？我是医，对，我的是医疗包，手动部署装置，治疗伤势并增加额外生命。天黑了，稍黑，把它调亮一点好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干点什么？巨兽扁的，我痛扁了一个巨兽，四十等算什么？还是我们要再去挑战一次刚刚被干爆的那地方？可是那就要优先打无人机了。我记得有一个技能是可以打无人机的、欸。技能那边点的东西都是要装备的吗？舞蹈引爆破防。记得不是一个什么无人机猎人之类的。电磁脉冲手榴弹，爆破专家，作为一个医护兵，爆破能力很高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升级至 MK 3，哦，原来武器可以强化，然后再居然有饮食机制吗？哇塞，真的哎！你们来这个瀑布这边喝水，体力条会变比较长哎。啊，是的。MK 一这两点，大鸡鸡学姐，好屌哦！这个巨兽，它也是无人机耶。补水，好。啊，现在呢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我们的。不是说要再挑战一次吗？信哪挑战是哪一个 ？C 点吗？你说刚刚一堆怪物的那边吗？不是 C 点，我们刚提高哎、欸。刚一堆怪物是哪里啊？一堆怪物。哎、捡到黑曜石。亮度要去哪？哦，我们有特殊武器可以去找，好屌！寻宝任务，是不是有夜视镜？哎、欸，对，有技能，按 V。哦天哪、啊，好清楚，我看得好清楚，我本来想说超级黑要怎么办？我捡到 P90 啊，是哦，好爽哦！耶啊，这个夜视功能好爽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注意，我发现了敌方无人机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怎么去找刚刚那个点呢？我要扁他了，我有可能会直接死掉。他们要来扁我了！看屁啊！哇塞！哈，嫩！啊，我一枪都没打到。还敢开飞机呀、啊？喂！哎呦哎呦！我操我操！为什么聊死那边？奇怪，夜视镜是要 CD 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按 V 应该可以开关吧。好像是因为我关掉了之后也打不开了，还是现在被干扰？我现在是被干扰的。我现在也是。你想这些无人机真的太屌了。对啊，无人机这一代敌人最强的东西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子弹、啊。可以了可以了。啊啊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。哎、欸、呦，野猪哎、欸，好可爱。
人，哎，真的是干扰哎，小地图完全看不到。对、啊，有夜视镜，有那个眼。妖兽，妖兽，妖兽，妖兽！有子弹。我的无人机好强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也捡到 P90 呢。去快点来！大家，我要死啊！别攻他！没事没事。喂，我操我操，好多台！放置信标。剩最后一台了。那应该就可以标记了吧？哎、欸，打爆了吗？还剩下最后一台，我来做功德了。功德！救命！停出去啦！我靠，这无人机真的很搞啊！哇，好硬！是，我要死啦！是，你起来了没？嘿，自我复活。为什么我复活不了你？你说鸟死了？对啊，我很近，我很近。不知道，好像打完嘞，死烂。王宇啊，这个真可以这样？哎，打完嘞。I'm not gonna. Can you help me find this place? Hello there. 精准射手步枪。Any idea how to find this location? Appreciate your help. 我说原地的讲话，轻机枪。他找到一个营地，里面有 NPC。注意啊！墓地森林露营地。墓地，爽！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！飞行员帽。我有，我又捡到一把皮。为什么都没有捡到 P90？ 我刚刚有标一个点，那里有一个箱子，我在那个箱子拿到的。好。哎，我终于有裤子穿了，有穿裤子现在。还有什么点？还有什么点可以弹的？标的点好远，地狱巡逻区。我们刚打这些也是高等级。啊，没有很远啊。那巨兽防卫区啊，巨兽防卫区我们刚打的吧？对啊，可是我没有看到箱子。巨兽啊！那我们现在应该先找一个。我靠，这个水的那个贴图真他妈烂欸！我操 ！What the fuck！ 快笑死！那我们现在开再继续找个东西来玩吧。对啊，哎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说你往哪跑？往哪跑？这是一台飞机吗？这是一个无人机耶。这个？对啊，这是一台无人机啊，是 UAV 啊，超大一台。哎，好酷哦！哎呦。大哥，顺路吗？他只有一台车。顺啊顺啊，刚刚那个人那边还有一台。真的假的？刚刚那个很多村民那里还有一台。要紧张。我们要往哪跑？问题是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现在没有据点可以。白宝看人就打他们。快十一点了，再一个据点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哎呦，看到红红的东西了。哎哎哎，为什么有那个？这个鸡还敢给我闹啊！啊！哎哎，有，我把驾驶射下来了，可以可以，哇！什么？哎，没有，好像没坏 ，Go Go Go！ 没坏吗？啊，没坏啊，没坏！哎，哇，烧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功德五号，功德五号再见！不要紧张，我给他烧，做功德。烧我啊！哇、欸，好烫，好烫！烧我啊！
哎呀！耶！你要持续光刀做功德。哎，功德。哎，我哇，你们复活真的比较慢哎。哎，我也在被烧，我也在被烧，我一边救你一边被烧。是，可以。啊，做功德。啊，我没醒啊，我没醒啊。啊，你没醒，我看你已经站起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这个要算数啊 ，Ubisoft。要算。啊，捐了，捐了。我看你也醒了、欸，我看你也醒了、欸，我看你醒了，可是你坐，你躺在地板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救人也是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还是要算硬币哦。哦。哦，那我们先离开这里，等你复活。好。我现在在往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红点，这边有红点，我这边红。我现在在往山下前进。我这一样是山上、欸。那我往山下，你往山上。好，为难骑哦，这个摩托车。这里怎么好像一台摩托车，然后有人呢、啊？等一下，有点难骑，嗯，难全方案，难骑车车，难骑车车都可以。这个可以爬上去吗？有办法吗？哦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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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！好危险，我的妈！步枪兵突破手，我看就是这里，有坏人。作为一个医护兵，潜行技能特别好呢。哎，我已经路过了，还是没有坏人。哦，发现队友，耶！不愧是医护兵。快点，你跳下来，我可以载你。哈？跳下去啊？我在你正前方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那我要跳喽。跳！这贴图太烂，200公尺。干，我真的是。风尘仆仆的前进，哦，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太好。好，来，好，我底下啦！不是。哦，我操！你怎么突然飞过来？好像，哎呀，这台车好像是不能载人的，是吗？我上不了车。我看你已经飞在空中了。我现在在小店铺慢一路滑下山，好不好？呀、yeah! oh, ，那个东西可以打了。我看到有一个问号在那里耶，不知道那个问号是什么。哇靠！我看到一个绿装哎，都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点。为什么会有噔噔噔噔的声音呢？是有人在？有人在看你。直升机，你来我这啊！我这有两台车，哇塞，绿色的 P 九零哎，哇，好爽哦！怎么一直有 P 九零？三把 P 九零哎，三小啊！我已经下山了，我很难再爬上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一路往下垫步啊！废弃地位置，没关系，这里有一台车。哦。SC20K， 等一下，这根本就不是越野车，所以才那么难吧？我怎么这车不能动？新的快速移动的，我怎么车不能动 ？OK， 我功德圆满啦，谢横路。哎，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下山啦！我最后开个车，找个地方打完一个功德点，我就要撤了。好，看有没有要上我这台功德车？哎呀啊！漂亮！来，我 ，come， 我来了。
做了月光的肚子都饿了。真的。好了没？外面七八三零。上了上了上了。恭喜。谢谢 Duck， 有没有比较大的功德点？哦，那个是运输车吗？打运输车。我看就是他了。哎，大家自己小心。这跳车。哎，自由开火。漂亮，三枪都没中。注意啦！好简单，今晚真的啊，这样子是这个是哦 ，Scorpion EVO 弓枪，我捡到好多枪啊！这样这一台是运输车嘛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对啊，好像维普哦，就只是一台车啊。好像是，也就是一台车而已，非常非常的不值。这边有一个高科技车，没有功德点。好，撞杀，最后的功德点了。干，这个是假的。马上去当炮手。啊，敌人死光了。前面有一个大的哦，这个大的大功德，漂亮，最后的大功德点。我干他们的那个有点危险，我要往后闪了。可以，我有一个远距离射击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跑硬。打头，打头，打头一枪死，打头一枪死。可以，稳的，稳的，很准，很准。后面有人。偷鸡摸狗，这个。还有人欸，那里稳，有个无人机。我装备等级150欸。150，150，真的是150。他能不能帮我标点？帮我标点，我都好狙。我觉得这台车有搞头，我把它开过去增援大家。我无人机能看的我都看了。好，行吗？行吗？还行还行，目前没有受到伤害。好，应该。等下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啊！Excuse me， 我被太痛了一点点。我不应该开车过去的。蓝卷风，谢天。二一站起来就倒了。哇，他们真是一枪死欸。对啊，离太近了，把我打头都是一枪死的。哇靠，怎么办？没了，功德结束。谢谢大家。不过高等区域打头也是一枪死，其实蛮好的。对啊，高等也是打头一枪死，可是你不可能不进去啊，因为最后一定是要进去。就先远远的一点点摸掉。Oh fuck！ 好好好，结束了，水水，万一七八三零。那你们没有人啊？想说最后再让他们多捐一笔吗？有道理。
不要理我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啊啊！哎、欸，我在你旁边，我来做功德。我旁边有一个人。我在旁边，他啊，有一个黑武士。功德无量。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跨能打怪真是太难了。结束了，结束。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笑死我了。好啊，大家如果想要再趁就是。抢先玩一玩的话，四，那就是可以去，我们应该都有连结吧？去我们那连结点个申请，就有机会参加贝塔测试哦，还可以一起做功德哦。懂人啦，好，教教。做功德的活动，做功德的活动只有分贝塔的时候才有哦。是的，做功德喽。好，那我先挂了，啵啵，啵啵。好了，绝境还不错，看起来做的蛮适合现代的。那你有兴趣的话，再自己玩吧。关台啦，感谢观众，再见。